工作无家保，农民渔民在排户的情形下，我们花旺一万块直接领现金扣入账户，我们基于纾困的必要，已经开始花现金领到的，已经有180万人，320亿元出去，光这样子还是有同胞受困，所以特别盘点有两个族群，要给这两种人大大的给予补助，一个就是有工作无家保，举广告牌的，卖玉兰花的，流动瘫痪或者个人接案却无劳保工作的等等，我们每个人给他一次就是10000块，但排户。第二个族群为我们的粮食，他们常常是在社会的最底层，工作最辛苦，收入最少，这些农民渔民在排户的情形下，我们花旺每个人一次10000块，那对于有工作没家保的人直接在公所办理，如果是农民渔民直接在农会渔会办理，台湾就是这乱世中的福地，大家体谅，一起渡过难关，谢谢大家。有政府请安心。